是园丁小林。这朵呢是我最近养的小花花，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Summer， 希望呢它能够像夏天一样朝着太阳生长生长。这朵小花花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？我要喝水，我要喝水，我要喝水。它想要喝水哈，园丁小林呢这就来给你浇水。小花花，小花花，你要多喝点水哦。等你长大了，我就可以把你做成蛋糕。啊！我不相信，我是朵花，花也可以做成蛋糕的。你不信是不是？不信。不信就带你去看看。嗯，走。大家好，我是波牛，蹦蹦。我看看，这是什么也出去了？它是什么呀？我们要做花盆蛋糕。好了，看看我们的材料都准备好了。首先我们自己做，蛋糕，哇，水果，我还以为是买来吃的，我以为是买来吃的。还有就是在花盆中间，我们可以一层面包，一层水果，再涂一层那个鲜奶油。我们最重要的花盆蛋糕上面铺的那一层土，我们要用这个奥利奥饼干的黑颜色的这个部分来代替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，妈妈来先切蛋糕了，好不好？要让妈妈帮助是不是？因为有刀子好危险的。量一下大小，看看，哦，大概这么大吧。哇，看看，切了一个花盆的杯底。不行，没有想吃了。我们要做蛋已经伸出去了。做好了，肯定很好吃，吃了吃。逃不过他的手掌心。谁在偷吃糖啊？偷吃的好像是。我们在做蛋糕，有个小朋友总是偷吃怎么办呀？妈妈把奶油都倒在这个碗里面。糖要分三次，边搅拌边放在这个奶油里面就好了。我要开始喽。还记得我们用手打的那个吗？牛奶的味道。对，在小半，能不能？你犯规！好啦，我们的鲜奶油就做好啦。好了，铺一层就好哈，把我们的香蕉盖住，看不见为止。我的已经看见。你的还能看见，那我们就还要再铺一点点。嗯，好啦，看看。我们这样，我们奶油这层已经铺好了是吗？我们现在开始放猕猴桃，妈妈给削猕猴桃啊，像黄瓜，像黄瓜，是啊，黄瓜也是绿色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把它切一半，嗯，这样切好看，这样子看看，是不是这样贴上，对不对？这样贴上就好了哈。好，这个波妞能不能自己贴呀？这是波牛自己贴的，好看不好看？我们再把上面在里面再垫上面包。该你了，哎哎，吃货，吃货被发现了，偷吃被发现了吧？该你了，快被他们偷吃完了，还能做吗？斑斑就完全是个小吃货呀！好了，好了，我该我。好看，好不好看？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哇，不好看，不好看，涂奶油，不好看，不能吃，不好看。好了，我们看三个杯都完成了，我们把饼干拿来。好啦，我们要做最后一步了，我们就是把奥利奥饼干打开，喂，掰一半，把上面这个白颜色的东西去掉就可以了。妈妈要把它捏碎。哦。你我来，你也笨笨捏一捏，然后把奥利奥饼干这样捏碎，要太接地气了。你我赶紧，这个活我必须要亲自来。笨笨，好，慢一点啊，我们看一下好了吗？哇，可以了，来，波妞来做你的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，哦，真的像土一样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没想到用奥利奥层就可以了。妈妈，好，奔奔帮助妈妈撒。哇，
哦，真的像一盆花，是不是？哦，应该是真的像一盆土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开始装饰我们的，我们用这个小花装饰我们的花盆，然后呢，在上面放上小毛毛虫就可以了。哦，还可以放软糖，毛毛虫翻身了。蚯蚓的那个蚯蚓软糖放在这里面。好，放一个毛毛虫，然后妈妈给上面插一朵小花。好，哇，完成了，好不好看？花盆蛋糕完成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呜，上面还有毛毛虫，咕咕咕咕。我说我饿了，我能不能吃一口你的蛋糕呀？不能，不能。我把它放到漂亮的盘子上就可以了。嗯，我们今天的像不像？真的像不像花盆呀？是不是真的很像一朵花？那我们开动吧，喵喵喵喵喵喵。好了，我们两个小朋友可以开始吃蛋糕了。哥哥一口，哇，看看毛毛虫，连着毛毛虫，真的，哦，吃了，喵喵喵喵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味道好吗？哦，妈妈好开心呀，全是笨笨爱吃的奶油耶。好好吃哦，拌一下，哥哥搅拌，像哥哥这样搅拌一下吃也可以。毛毛虫，毛毛虫，看这个丑弟弟，要吃毛毛虫砂糖。哥哥已经拌成这个样子了，哦，哥哥不高兴，好好吃呀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哦，哥哥已经吃醉了。我们今天的花盆蛋糕就做到这里了，小朋友，大家看的还有意思吗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跟小朋友说拜拜。拜拜，妈妈也拜拜。看到了吧，是不是真的有花盆蛋糕啊？我要变成蛋糕了。所以你要快一点长大，早点变成蛋糕哦。我不要。怎么样，大家这个视频看的还有趣吗？喜欢我们的话，千万不要忘了订阅我们啊！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